那他无含人咧互动，讲来倒粪扫，佮会含人因翁会含人来讲安尼，啊有咧讲心声。阮进步倒来只讲会讲哦，心声阮进步。啊，一早起我来先，阮入去，迄查甫拍安尼嘛，啊面安尼嘛，吼，啊因老母手甲牵咧。牵啥物人？牵因囝。大因囝对啊。因囝死伊啊，怎啊牵因囝？啊牵因囝咧哭。啊，阮囝倒吼，阮新妇外口倒客影啦，啊，阮囝知影尔，都无带到遮啦，都要甲赶出去啦。啊，你闹离婚啦，啊，所以讲，啊，过来因查甫的，因老爸，因老母在哭嘛，因老爸讲，阮囝昨暝啦，传简讯我啦，讲三点外啦，讲吼，你含个囡仔煞撮撮，无要互因负担安尼啦。今天吼、哦，那个二十一日吼、哦，五点左右吼、哦，有那个向警方报案吼、哦。说有那个疑似自杀，啊，我们同事就到现场，啊，现场因为门有锁住哈，就会同那个消防队破门这样，啊，现场发现哈，有一名男子哈倒卧在那庭院里面，啊，后续我们就请侦查队哈那个鉴识来厘清这个死因这样，死者是。男生是74年次，女生是82年次，还有一个小孩102年次，一个是104，啊，还有一个小孩就是有一些轻微受伤，现在在医院，没有生命危险。